好，阿 K 姐而家嘅心情点啊？准备起飞啦 ，K 姐。真系好紧张啊，同埋咧，真系已经着衫啫，已经开始澎湃啦，话俾你听。阿师兄啊，我哋一间飞多转，佢一转唔够喉噶，你俾两转佢。有啲紧张，唉，希望一的过，多谢晒各位师兄。祝贺咧祖国咧生日快乐，同埋更加希望咧香港会越嚟越好。我相信一定得，因为我哋有祖国嘅护荫。就是庆祝十一国庆我们这个国旗吧。是我们亲爱的家。